这只狗妈妈是一只斗柴，一窝生了三只。斗柴的话体型就比较小一点，瞧这一只小家伙睡觉的姿势太搞笑了哈，躺在狗妈妈怀里四脚朝天。来先看一下这一只，这一只的话是一个小弟弟，你看出生有四天了啊，体型还是那么小，你看一眨那么大。因为呢斗柴的话体型就小一点，你看狗妈妈都知道要干嘛，给幼犬开始排尿。一窝就生了这三只哈，好像是两公一母。你看狗妈妈母性多好。好了好了，啊，可算是尿完了啊。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一只，这一只也是一个小弟弟，你看，同样是公的，长相。